你给我走，所以你去找柯启轩还是什么人，都跟我没有关系，你走吧。 我只有厚着脸皮来找你，我娘不要我，那你就接受我吧。我真是忍无可忍了，你怕乐梅撵走了不算，还堵上门不让咱们动弹，你对我还有点尊重没有啊你？舅妈，我不想对你无礼，你要是再不开门，那我可就。 小姐哭哭啼啼的跑出去，真的好危险呢！因为她会不停的这么擦眼泪，那就没工夫看路，说不定啊会摔一大跤，说不定会撞到墙上去，更说不定啊会叫车子给撞了。呸呸呸呸！你给我捂鸭嘴，不许乱撞！乌鸦嘴，得了得了，别净在那边瞎说。我想乐梅一定是躲在附近的哪个角落里伤心了。 映雪，我知道你是一时气急了，才说出这么决裂的话来。乐梅也是一样，人在气头上说出来的话，全当不得真。现在你也别拗了，叫人出去瞧瞧，等把乐梅找回来，我再好好的说说她，叫她向你认个错。你也别逼她太急。 母女俩各让一步，不就没事了吗？嗯。好了好了，站了好一阵子，坐下来歇歇吧。来来来。哎，红丹，多叫几个人一块儿去啊！红丹，快！小心，小林，叫几个人跟我来。 二少爷，二少爷，他们人呢？他们都走了。啊，怎么都不等我嘛？二少爷，小姐，小姐，乐梅，小姐，你在哪儿啊？我是小佩呀，你快出来吧！小姐，乐梅，你在哪儿啊？
你快想想怎么办才好啊，少爷。现在有一个可能，就是他往巫山村去。小姐去那儿做什么？那挺远的。他，你就别啰嗦，你去告诉大家，附近是找不着了，我们继续往前去找。哎，啊，记住啊，千万别提巫山村三个字。哦，好好好，咱们走。二少爷，发现了什么？这是什么？二少爷，乐梅，少爷，二少爷，危险了！你们别管我，赶快去附近找人家，借绳子，借房车，快点，能借的都借了。啊，知道了，知道了，是。二少爷，你自个儿有没有小心呢？啊，快走。师弟，你还活着，乐梅，你一定要挺住，乐梅，乐梅，乐梅，你喊上来，大夫，快点，快点，来了。小姐，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？你怎么满头都是血？阿良，出什么事了？人呢？人不找回来了吗？叫二少爷给报警房里，因为小姐受了伤，咱们是在一个藏曲山的山坡底下找的她。舅妈，你安静一下。舅妈，哎哎，舅奶奶，小姐她，啊，舅奶奶，这位太太，您让开，我好给她诊治啊。舅妈，您先让一让啊。小姐的头都摔破了，你要让大夫跟她救命啊！乐梅啊！怎么了？乐梅，来，医学，快让她躺下吧，你。乐梅，你为什么非要跟我硬碰硬呢？我已经后悔我是口不择言了，你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还要跳爱去寻死啊？乐梅啊，你是让我后悔莫及，是不是？什么？你这傻孩子，为什么会那么激动的去寻短见呢？糊涂糊涂啊！究竟情况有多严重？乐梅啊，你可千万不能死啊！你不说请了大夫吗？大夫在这儿。你害楚子干什么？还不快救人呢？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我不救人呢，这去呀、啊！别吵了，乐梅不是去寻死，是去寻人，都是你把他赶跑了。你叫他去找那个姓柯的，他只好往巫山村去了。这一路上，山路塌方，路况险恶，再加上心情不好，
一不小心也就摔下去了，亏得他绊落了一双鞋，要不然有谁会知道他不省人事的躺在山坡底下。刚才要不是你拦住门耽误了时间，我早就追上他了，那乐门还会摔成这样吗？我求求你现在安静一会儿好不好啊，别再耽误大夫救治的时间了，别弄得大家真的后悔莫及好不好啊舅妈。好了，现在通通都给我出去。素婷，你留下来帮着大夫，大家跟我到外头去，安安静静地等着。照这个单子抓药啊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大夫，大夫，大夫，我的女儿怎么样了？她除了头上的伤还有其他的伤没有？有没有骨折脱臼什么的？那倒没有。现在是这么着，她的头受到严重的撞击，这人的头啊是髓骸的所在，五脏六腑的气血皆上注于此，由于外力使髓海震荡，故而引发气血逆乱，气壅闭塞，元神无主了。因此我给他开的处方是以宣窍通闭为主，先看看他能不能清醒过来，倘若能那还有希望，倘若不能，哎，怕有性命之忧啊。大夫，你啰嗦了这么一大篇，开个药方吧，却像是赌博似的，输赢各占一半的，你怎么能这么做呢？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啊。哎呀，只因他伤重难治，我不得不先把实话跟你们说了呀。有道是大夫医病上天医命，咱们只有尽人事，哎，听天命了。回来了，啊！是啊，乐梅，你别怕，我们已经把你救回来了。你现在躺在自己的床上，很安全的。我，其实，咱们不能在一起，不可以，不可以对不起爹和娘。去，
不是说他什么元神无主吗？药都还没吃呢，怎么醒得过来嘛？是不是？我看刚才这位大夫是宏达临时救急请来的，我瞧他也是没有把握的样子。我想咱们派人把庄大夫请来，咱们家大大小小都是他看的病，请他来瞧瞧才靠得住啊。玉妈，您别着急，爹说的对，庄大夫经验老道，医术高明，肯定会有法子治疗的。娘，别再逼我了，我求求你。乐梅，乐梅呀，娘，我求求你。乐梅吧，瞧，刚说完就应验了。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乐梅到底出什么事了？你快说呀！就是我那舅妈，忽然间发疯似的，非要把乐梅嫁掉不可。梅就跟她争，跟她求，弄到最后，两个人闹得不可开交，翻脸了。我舅妈一气之下就把乐梅赶出了家门，说从此不认这个女儿了。乐梅呢，一个人就往雾山村走，走到山路塌方的那儿。失足掉下去了，他死了，他跌下去摔死了，他跌破了头，伤得很重，我请的那个蒙古大夫说他有性命之忧。这么说他还活着，他还活着。乐梅，乐梅，你要干什么？先冷静一下。我不要冷静，我要去看乐梅，我要守在他身边，我什么都不管了。他母亲要拿刀砍我的话，就让他砍好了。启轩，现在不能去。别站着，启轩，启轩，启轩，站着。开门啊！开门！开门啊！他住哪一间？乐梅住哪一间？快告诉我。你在？你怎么了？兄弟，我自己找。哎，你别跑。柯先生，乐梅在哪里啊？阿良，怎么回事？有人硬闯内院。哎，小佩，小佩，小野在哪里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大爷，妈，柯先生，你不能啊！快点快跑啊！乐梅，过来帮我。让开，乐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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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来了，舅奶奶，我来了，舅奶奶，你不是要投降我吗？如果能让我早一步知道，我会像箭一样的飞过来接收你的。我现在就在你身边，我人就在这儿，你投降我，投降我吧。柯庆轩，舅奶奶，你放开！你这个凶手，是你把乐梅害成这个样子，你让他投降，你差点倒地你的头，你还有脸？你的父亲害死我的丈夫，你又来毁我的女儿，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我就跟你同归于尽。也许够了，够了，来救救奶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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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，也许救奶奶。
大夫是怎么交代的？你忘了吗？严禁吵闹跟震动。大奶奶，队长，这儿没你们事了，都下去。不错了。董妈、小贝，你们两个也下去。洪达，让梁红会滚出去，你让他滚出去。九妈，哎，你要干什么？到底谁是魔鬼，谁是凶手？是你呀、啊，袁伯母。不可。从头到尾，我做过什么伤害乐梅的事？我没有。是你，是你用上一代的恩怨来压迫他，用死亡来威胁他，最后甚至不可理喻的要断送他的终身。这所有的一切都是被你逼的。那天降的女人何其多，为什么你偏偏要来勾引我的乐梅呢？是你离间了我们母女的感情，是你一步一步的把她从我的身边夺走。但愿我把她夺走了，早先我应该不顾一切的把她夺走，可我却奢望能打动你，因为我心中对你有一份钦佩。在你那么年轻的时候，不但坚强地熬过了丧父之痛，更坚贞不移地守着这份感情，把全部心思都用来教育唯一的女儿。这么不简单，这么高尚，这么伟大的一个母亲，绝不至于残忍无情，毫不讲理，把人逼上绝路。可你就是。你们怎么都不说话？你们居然让他如此嚣张，两天三天的过来批判我。因为你造成的悲剧就在眼前，因为你固执的一再反对，终于变成一只无形的手，把他推下山坡，要了他的命。他还没有死，你怎么可以诅咒他？不是诅咒，而是心中无惧。我不怕他死，真的。如果他真死了，我就跟他去，那就再也没有人能够拆散我跟他了。我还怕什么呢？到那个时候，你是不是就满意了？我一死，我的父母亲，客家上上下下的人都会痛不欲生，你是不是就觉得夙愿已偿了？一生忠实，一生结连，到头来是为了换一场玉石俱焚，同归于尽。一件不幸的意外，却要两个家庭家破人亡的来弥补，这难道就是你要的？这难道就是袁伯父的遗志吗？控制一下自己，让我看看乐梅吧。谁说没希望的？别忘了，还有我呢。啊！请各位允许，让我替乐梅诊断诊断。我叫杨曼，是个大夫。虽然我年纪轻轻，但是我家中世代行医，而我呢，从小就耳濡目染。我从15岁开始，已经替人家开处方治病。爹，他祖上五代都是大夫，就冲这个也应该让他给乐梅瞧瞧。好，请。处方大同小异，多半是打通气脉为主。没错，我记得大夫是这么说的。气病固然得打通，可活血呢更重要。乐梅是头部撞伤，
现在又昏迷不醒，我是怕他头里面有血块。简单的说吧，我是发现乐梅的舌头颜色不对，瞳神扩大，脉搏缓慢，呼吸呢也不均匀，加上他痛苦的样子，呕吐，说梦话，神志不清等等的症状，看起来他头部的撞伤，颅内出血是很严重的。如果血块淤积不化，即使他活过来，也很有可能会变成白痴。万里，我求求你，你不能让他变成白痴，你救救他，救救他。宏达，这么说是前两位医生都没有对症下药了，可现在怎么办呢？现在我给他开个处方，是以活血化瘀为主，你们立刻到药店把药给取了啊。好，原来的药就不要再吃了。这副，哎，还有这副药原来是一日一服的，不过我想他昏昏沉沉的，你就是强灌也未必吃得全。这样，先抓三副，你们每副分三次喂给他吃，我想就足够了。啊，好，我马上去抓药。快，快去吧。谢谢你了。您快别这么客气，这原本就是我的天职嘛。希望韩伯父能摒除成见，全权信赖我呀。我说几句分外的话，不过我完全是站在客观的立场。启轩和乐梅的感情我是一路看过来的，我只有两个字可以说，感动。所以今天除了秉住天职，再加上对他们两个人的一份感动，我就是卯足了全力也要把乐梅给治好的。我恳请伯父不但要信任我，还要多多担待启轩。现在这种情况，就是千军万马也拉不走他了，就让他留下吧。好，我答应你，一切由我担待。多谢伯父成全，科家那边我会去通报消息的。另外我还会跟我的父亲多多研究，给乐梅配最好的药，我每天都会再来的。那一切都仰仗你了。你放心吧。小佩啊，快快过来，把腰端过来啊。好了好了，快点啊。来了来了。毛巾，快快快快快！怎么办呀？这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慢慢来啊。小心，好。来，小心一点。哎，小贝，快快快，毛巾。轻一点啊，慢一点，小心一点。别急别急，叫他歇一会儿再喂啊。秦轩，秦轩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你安心，好好的吃药，我会在你的身边陪着你，绝不离开你，永远都不离开你。
何家奶奶，这边请，这边请。各位，这边请。爹，有客来访，是柯家老夫人，还有柯先生、柯太太。奶奶，爹，娘，一定是万里告诉你们的，而你们就立刻赶来了。真是冒昧得很，当咱们得到消息就这么直接来了，请勿见怪。当我听到乐梅是在直奔咱们雾山村的途中失足受了伤，我老人家于心不忍，也于心不安，无论如何都要过来瞧瞧这孩子。承情致志，不过乐梅现在还不省人事，咱们带她谢过老夫人。咱们可以瞧瞧乐梅吧。请。他吃了万里开的药，人虽然还没清醒，但安宁多了，头疼和呕吐的情形也减少了。嗯，这就好，这就好了。紫嫣啊，你快把万里交代些什么告诉人家。是。你肯定是伺候袁小姐的吧，快请过来听我说明白。哦，好。这个呢是止血运动散，外敷伤口用的，待会儿就可以给小姐换药，一天换一次。哦，好。这个呢是杨大夫新开的处方，多加了几味药，同样也预备了三份，明儿个一早就煎给小姐吃。不过这一份呢是麝香，一份呢是血结，可别混在一块了，这两样药是要另外用水冲泡了服用。你们都记住没有啊？我怕我记不住。哎，记住了，记住都记住了。好吧，你别啰嗦了，听人家慢慢讲嘛。这是最后一样了，田鸡粉。杨大夫就是怕这么多药喂食起来十分辛苦，所以特别交代，这个药粉呢可以捏一丁点撒在小姐的鼻子里，多少吸进去了，有醒脑的作用。请各位宽心，杨大夫说他明天会尽快赶过来的。是，谢谢你了，你交代的够仔细的了。太太您别客气，我能尽一份力是一份力，只希望小姐能尽快康复才好。一定会的，这儿有韩家、袁家，还有咱们柯家，老老少少这么许多人共同为她祈福，老天爷不会睁眼不顾的。啊，启轩，哎，乐梅她母亲是哪一位啊？那位就是袁伯母。你就是映雪，我早就应该来看你了。刚出事儿的头几年，我跟世鹏他爹就应当陪着世鹏一块儿来赔罪的。我这儿子是个什么样的人，侄子莫若母了。倘若整个事件能够重来一遍，他宁愿那把刀是捅在他自个儿的身上。这话他自己说不出口，可是我能说，我能说的有太多太多了。我应当不厌其烦地来找着你，以一个母亲对母亲，以一个妻子对妻子，甚至于以一个母亲对女儿的立场，来一步一步化解你心中的不平与怨恨。倘若我这么做了，那么今天我或许不是捅心而来，而是以亲家老祖母的身份开开心心来串门子们。
所谓前人种树，后人纳凉，咱们这些做长辈的就缺这份无私，缺这份胸襟。如今才叫他们小一辈的辛辛苦苦地在那儿搬砖堆砌，想架起一座化怨解恨的桥梁，咱们却眼睁睁地看他们付出血泪，甚至几乎付出了生命。咱们全该惭愧，因为咱们枉为人父，枉为人母了。我话虽重，但语重心长。我今年已活到70岁了，我想我够资格这么说。总而言之，人的一生中平平安安，无风无浪，那是最大的福分。即便不能，那么手里少抓几个后悔，少抓几件憾事，也不至于蓦然回首，物是人非事事休，欲语泪先流啊。你们要是觉得我说的有道理，那么从现在起大家化干戈为玉帛吧，别让躺在床上的乐梅不安宁。你们别说为时已晚，也别说他神志不清，当咱们心中摒除了恨意，拔出了恶念的时候，福虽未至，但祸已远离。让咱们一块放宽胸怀，一块放手，放掉这件憾事，放掉这个后悔，众人一心，只为乐梅祈福吧。请你允许，让我在怀玉的灵前上柱香。多年来，我一直希望做这件事，除了祈求他的宽恕，今天更要祈求他保佑乐梅化险为夷。我诚心诚意请求你的允许。你别看我，是非恩怨已经明明白白地摆在你的面前，解铃还需系铃人，怎么办？你自己拿主意吧。怀玉的牌位就在我房间，我带你们去。紫嫣，在。咱们柯家的人都去跟乐梅他爹好好的上个香吧。等你好了以后，我会把所有的一切，从惊心动魄到感人肺腑，一字不漏地讲给你听。我保管你听的是笑中带泪，泪中带笑。所以你要快点好起来。
事，他没事。陪着他，再歇会儿吧。